何必定感觉今年武当宫年度受兵圣书，经过先天上帝指示，确立伫新历十二月初九，也就是旧历十一月十一后礼拜五透早五点开香举办受兵，预计有将近百多信徒共同参拜。武当宫嘛将会准备五只地宫甲五只素羊叩谢神恩，嘛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合境平安。武当宫是何位甘妈真理当地公庙，每一年拢是伫旧历四月初一，当地阿公伯伯请示放兵的日子，伫十一月初一请示收兵的日子。经过张向地阿公请示了后，确认今年伫十二月初九举行收兵，即天透早五点正式开香。啊，咱武当宫吼年度客军一年大约有超二十届左右，昨吼农历十一月初一来举行这个客军。咱每一回吼，就是农历个四月初一，来请示上帝，讲看放兵的日子是啥物时阵。收兵的日子就是每一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一，来报备请示上帝讲。昨有来请示上帝讲吼，预定伫即个十一月十一，刚好是天光后，透早五点外，我要来开香。感谢玉皇。上帝用大天尊吼，以及上帝讲定众神尊兵将，这一年来对咱武当宫罗华众弟子，以及咱甘子里这里面吼，安尼甲咱庇佑照顾，互咱安尼境内嘛足平安顺遂的，传素果、红圆素果，还是讲传圣礼来拜拜啊。所以大约有差不多伫八九十块多的这个食品。我来感恩这个玉皇上帝，甲这个上帝公甲众神尊。为着要答谢众兵将一年来对地方的保庇，除了定期犒赏天兵天将的辛劳，在收兵进前，武当宫信徒将会准备行李、素果以及红圆敬拜。武当宫庙方嘛将会准备五只猪肝以及五只素羊叩谢神恩，祈求玉皇上帝甲地爷公庇佑罗华众弟子以及所有乡亲，未来一年心想事成，出入平安。新中华新闻江代景、侯碧、蔡宏报道。